猴爷爷的书吧。瀛洲来雁集，天漠去翻孤，明月谁投我，悠悠上帝都。牛爷爷，请问墨字怎么写？小朋友好。一起练习。两横平行向上扬，中间竖钩偏左旁，撇清捺中有变化，笔画尽量记上方。牛爷爷，我觉得用笔的方法我已经掌握了，但是为什么笔画还是写不好呢？会用笔不见得代表你就能写好字，还需要继续努力。那是不是我只要努力练习，任何事情都可以成功呢？对，只要你肯努力。嘿嘿，那我要勤奋练习装酷，我就是最帅气最厉害的小太阳人。